因为是我的女儿嘛，所以我应该还是担心的。担心的，还有这种期待。角色其实就是一个尝试，因为没有演过，而且是演一个真实性去存在的历史人物，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敢怠慢的。因为他这个我觉得有点口语，刻意，有点他有点刻意安排你们两个那种无时不刻都是相爱的，对啊，爱的不行。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些。用眼神来交代。是我看他之前的历史，他不是很强势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很多面的女人，算是政治家，但是因为活在那个年代，所以女性没有太多的发言权。他一说皇帝是日久操劳、心力憔悴，那我怀疑并非如此。决策上，我是不太愿意见伽罗的。不要管精神病的戏，因为精神病的有一种眼神了。有我的精神病在进步啊！你怎样？不反正说不出来。精神病对的，做到进步。那这场戏就非常值。小姐会给我讲讲戏，然后在拍最后一场，就是彻底疯了那场戏的时候，就你告诉我。你要做到与之前的杨勇的单纯善良这种完全相反的一种状态，才能让别人觉得你真的好，要刺激，给乔姐一些刺激，然后她的身体啊扇自己耳光啊，拍的时候发觉也是真的很用力在带我这个状态。两个人抱着各种痛哭，经常我们俩哭的在40多度的棚里面就特别特别的晕。我觉得钱安姐很优秀又很有经验，杨丽华这个角色真的很崩溃，我就怕自己万一演不好，或者是两页纸的台词万一哪个地方会卡住了，会影响姐姐的情绪啊或怎么样，但是完全没有。我就觉得我在这个戏能收获这么好的一个好朋友真的太难得了。因为我自己心里会怕，我怕我自己演不好。他看我眼神中有一些怕的时候，他就过来抱抱我，他说：“黄女孩，你是最棒的。”然后经常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温暖，然后让我们两个在故事中真的是很真性情的去表演。乔恩姐呢，我觉得她是一个感情比较细腻的一个人。我们拍到最后结尾的一场戏，就是伽罗去世的那一场戏。他就要去世了，我作为唯一一个陪伴在他还在他身边的一个儿子，然后去看他的这样一场戏。他为了就是给我们酝酿感情，就调动我们的感情，然后在拍我们特写的之前呢，会给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经验。当时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拉着我和另外一个女生的手，就是让我们把她当作母亲这样的给我们找感觉。在拍我们特写的时候，还会就是加一些就是台词以外的一些话。调动我们的情绪。这世上之事，并非都能用对错来评判。
侯，只求你安康喜乐，好好的珍惜这天下。若将来你成为天子，定要善待你的兄弟们，知道吗？当然，这个剧本是不能够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因为这个历史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去改变的。现在观众也很有知识跟很聪明，所以我觉得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就没有乱写乱编，一定是尽量的把一些我们想讲出来的故事跟历史尽量的有一个连结，那用一个戏剧的方面表现出来，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去说一段我觉得后人想知道的故事，我们很努力的在把这个故事还原。现在他们在帮我这个眼能套进去吗？导演在帮我加上去。一个哎呦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还有这个功能？导演在帮我加机器呢。拍瘦一点，拍瘦一点。感谢我的导演，他很可爱哦，我觉得他是摄影师出身。导演，这个镜头弄了好一阵子，干嘛呀？帮你拍瘦一点。哦，要帮我拍瘦一点。容易吗？哎，不容易的。导演，刚刚那个戏还可以吧？啊，嗯 ，OK， 很好。那怎么办呢？生孩子我没什么经验的，承受我一点吧。我也不在，我老婆生孩子我也不在。导演，你给镜头打个招呼，这个是可爱的。要分开嘛，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很感动，就是他们不希望浪费演员的情绪，不希望你走。非常好，我感谢来了这个这么有爱的工作，包括这一个生孩子的时候他可能就你说大师兄，大师兄生孩子的时候给我很多的技巧，是在教产婆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拍了十几部生孩子的戏，全是服装，原来这么有感受，经验这个拿过来，对。